那 Death View 这款触控荧幕也非常，Death View R5 这一款触控荧幕真的是，就是它的触控还蛮灵敏的。那我觉得不太喜欢的就是它单点点一下就会进入我们的选单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调整一下荧幕角度，不小心碰到它就会进入选单，然后不小心按到其他的功能，这是我觉得不太喜欢的。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荧幕锁，就是触控锁。就是你按荧幕啊，它也不会锁定；就是按开关机键，它也没有办法锁定你的触控功能，所以你永远触控都是开的，所以很容易误触。而且它的左边就是可以调整背光这个功能，非常容易误触，就不管动什么东西，就很容易调整到背光，然后又开启这么奇怪的功能，就有点不太方便。就希望加个可以，Jesus Christ。